同时讲嘛 ，OK， 没事。我们要先帮忙开场的，我们任务嘛。我们的、欢迎我们的来宾天爱哥。哎，哎，你好，好开心啊！因为上大家的节目真的很愉快，对。啊，什么时候来 Vido 拍戏啊？今天来上这个节目，你还喜欢吗？啊，蛮开心。跟我们分享的，我是在想说，就是想要去租一个房子，然后房间大一点，然后房号希望可以有四位数这样子。比如说，然后希望那个就是我的室友，就是大概就是都要大概颜值高一点这样子。好，大概是这种概念跟感觉。哎，哦，你帮我倒水，哎，真的好开心，好荣幸哦。那我这杯就自己收起来。哎，所以我们，哎，我们是开始了吗？开始，一个正式的开始了。哦，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大明星》。哎，大家跟大家打招呼，那我们要一起再拍手一次吗？好，就跳一下好了。好，来三二一，笑，耶！欢迎收看《安安大明星》，欢迎今天的大来宾许光汉、黄腾浩、谢佩恩。嗨，大家好。哎，你们好，你们好。你好，今天是来那个宣传《型男大主厨》是不是？哦，刚刚是有一对锅子在那边。讲到这个就有人很难过。没关系，我们先讲开心的事情好了啦。就是大家那个，我知道现在就是做一部好戏不容易，那当然拍一部好的作品对艺人来说也都会是一个很期待的事情。而且你们这一次这个，终于就是今天晚上要开张大吉，是这种概念，对不对？那因为只有让你讲这件事的时间也不会很多，所以那现在简单讲一下，黄腾浩先生对今天晚上戏要开播有什么要跟大家特别那个。大家好，我是黄腾浩。那个，我在1006房客呢是饰演一位叫吴汉文的富二代。你这样子，那个剧名都讲错了，你少讲一个的。我讲过你很黏而已。哦，你讲很黏。好好好，这是我比较啰嗦，对不对？1006的房客是。我饰演吴汉文，然后是佩恩的哥哥，然后是一个。妹控，那个一直跳来跳去，没关系啊，没有他无所谓。对，那其实我们这部片呢是啊，先自我介绍好，你先。OK， 嗨，大家好，我是 Aggie 谢佩恩，然后在戏里面我演的是吴季柔，就是吴汉文的妹妹。哦，是。然后李国毅的青梅竹马。哦，李国毅的青梅竹马。哦，是是。那你演？ Hey, 大家好，我是许光汉，我在1006的房客里面饰演的是周大军，他是柯震宇的好朋友兼助理。哦，柯震宇，柯震宇是谁啊？李国毅。哦、对，没有啊，他不是才来上吗？啊，对对对，没有，他假装不认识啊，我们走这种路线，哦、上午就忘记嘛，反正跟他那么熟，他等一下给我赖我就骂我吧，那无所谓啦。对，那你今天那个新戏要开张，然后预祝大家就是有好的那个成绩，谢谢，吧，因为也是在一个我们友善的那个平台。频道，我们在台视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我觉得那个戏啊，就看了一些预告片。那我刚刚本来想说，哎，就那个1006号房，感觉还蛮大间。他们那个你们的那个带来的经纪人叫什么？就是说，哎，人家都已经知道那个不是房号了，我觉得我有点不开心。对他就是破我坏了我的梗。
那我们还是假装那是一个房号好了。好，没问题。那一零零七可能是住谁？一零七就住你啊。有点冷是吧？好，对不起，我的错。没事啦，就是跟你比较熟，所以就是会期待你多讲几句话，但殊不知你也没有什么要跟我聊的。不是，我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据点王，所以你哪有什么据点王啊？你是撩妹王吗你？好说好说，没有啦，开玩笑。Okay. 好啦，那这个在戏里面就是你跟那个 Aggie 是兄妹，兄妹兄妹。如果真实生活当中你妹长那么漂亮，你应该很痛苦吧？其实他比较像我弟，其实我人其实真假的，他看起来非常的，所以你们会打架吗？会啊会啊，我就把他当沙包。我是被锤的，他是 S, 你说戏里面也是就真的这样子、哦？没有是戏外，戏外戏外。对我戏里面就是演得很软弱，然后很女人味，但一喊咖就回复到 就回到一个那个我就开始凶残的那个个性，没有到凶残了，是比较他其实不只是对你。你有麦克风哎，对。那其实不只是对你啊，对大家都是这样子。你说 Aki 哦，对大家都这样子。那如果你有一个这样妹妹，你会把她许配给她吗？会啊，因为光啊，因为她姓许，所以不是她很帅。哦，她跟你握手啦。没有。你两个就是也是玩得很开心。对，那你刚刚那个腾浩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很疼爱妹妹的一个兄长吗？我是我们泛指各种妹妹。我是疼爱，很疼爱弟弟。哦，你家有弟弟？我只有两个弟弟，我没有妹妹。哦、但是如果我想象，如果我有妹妹的话，我会很疼。哦，是哦，所以你对你弟弟比较不好。跟弟弟很好，但是只不过如果有妹妹的话，会更加的，应该说宠。哦，是哦，那你有感受到？有认真吗？有感受到戏里面而已。对。戏外就是我就是不一样，我就变，我对他的宠就是我变成我化身成一个沙袋，然后让他发泄。就是哥哥就让妹妹予取予求，对，然后一切的一切都可以都说好，没问题，没问题，就尽量。嗯，你觉得这是符合就是现在新好男人的应该有的一个状态？可以哦，我觉得这很可以。可是你这样对妹妹那么好，妹妹以后很难找到男朋友哎。妹妹标准挺高的啦，所以我是说真实生活当中，如果真的对妹妹这个样子的话，妹妹应该会以哥哥做表，会吧？就是家里如果有个哥哥，然后真的对你很好、啊。但如果有一个哥哥这么好，就表示有一个爸爸这么好哦，真的，这好像是一种哦，可以，对对对对。那许光汉在那个 Aggie 的眼中是一个怎样的男生？你说许光汉？他本人。就很难相处哇，好喜欢这个tone哦。对啊，许光汉你哪个部分比较难相处？其实没有，真的是很会讲话哎你。那他们两个是真的就不合吗？还是是没有到不合了，但是、但是没有我们不合、啊。你终于知道我比较会，我比较会聊天了吧？对、没有，因为跟 Aggie 认识很久了。对，我们、真的对啊。我那时候拍《爱的生存之道》认识简红伶，然后他们刚好就是在 Homies Cafe 打工、所以我就常去那边，然后我们都在那边就是背剧本啊。他到他那个时候跟现在其实没什么差别，都一样难相处。他先讲了，对，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组合也真的是让人家觉得愉快啦。就我们其实喜欢就是营造一些不合的氛围，那你们今天其实也没有营造，就很真实的呈现。那不合的人平常怎么相处就拍戏呢？真的会很为难自己。平常大概就是去喝杯咖啡啊，或者是聊聊天啊。那戏里面也是走对立的状态吗？没有啦，没有啦，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关联。跟他没有真正的完全交集比较少一点点。连接比较少，这是一个就走那种推理路线的概念的戏、对不对？然后就是反正很多的预告，我们今天还是处在一个就都不能说的状态，我觉得非常好。没有、反而后面跟哥哥，我跟哥哥可能会比较多的戏，对，什么戏？床戏？不好说，不好说，就是斗智的戏吧，因为里面有很多诉讼案件嘛，对啊，所以我们要一起去。联合破这个案子，对，我有理解到说你在里面演一个是富家公子，对。那请问你家到底有多有钱？家不多啦，不多啦，就算就是一个集团而已，一兆，对对对。这算是你历来演过最有钱的公子吗？你上次在《极品男友》里面算很有钱了，那这次也挺有钱的，这次比那次又更有钱，所以就是有一种一山还有一山高的概念。对对对对对 对。哇塞，黄腾浩专门姐有钱人呢。对啊，所以我口袋也很深，也很深，直到我的脚踝这边来。我想我尽量可以，就是我们尽量可以主问题不要落在黄腾浩身上好了，因为我觉得他很容易让我们呈现一种就是很难接下去，就是要回到一些比较正规的问题当中。那所以相对的，你也是个有钱人家的千金。我帮他回答好了，对。
其实这三个里面就我最穷。不会，你是助理耶、欸。很穷。哦，好好好。哎、欸，我们说说演有钱人，你们这种你们是怎样的有钱人？就是任性的有钱人啊，还是有爱的有钱人，还是乐善好施的，或是说看人就是眼就是用眼睛长在头顶上的那种有钱人？戏里面其实、啊、还是没有这种设定。篇幅不多，但是我们比较着重在我们因为我在戏里头呢是一个从小到大不被父亲看好的一个独生一个儿子，然后但是那我就一直想要做些什么来征求父亲的认同，嗯，对，然后包括妹妹，那我就对她非常宠爱啊，这样就是有多一点的内心戏，但是在那个情节上面，然后这里面竟然有些推理，所以它是有些案件的意思，然后他的老板就是有受到冤屈，就像我他把能讲都备注了，对，那所以你老板后来就是怎么样？没有，后来我们还是会展开一些调查，我跟他真的，我好喜欢你这种有答跟没有答一样的答案哦，真的好棒哦。你要不要喝水？渴会不会渴？你看，你看，我们还用喝水来就是化解一下这化解不下去的那种心情。慢慢喝，慢慢喝。啊，你真的很好。哎、啊，但是今天好了，那我们就回到今天我们满桌帮你们准备的甜点，还喜欢吗？喜欢喜欢。Aggie 喜欢哪一种？女生应该不太爱吃这种。我都是，哎呦，我都还好。我喜欢巧克力，黑巧克力。哦、真的、哦，好 ，I'm so sorry。No worries。真的黑巧克力，你看我们今天还特地找，这可以，这是 cheesecake 吗？我是不是特地选一个就是上面没有的，是不是很难搞？嗯有一点点，哎、欸，这里有一点黑色的巧克力，希望能够补足一下你心情。我刚好跟他讲了，对。对啊。OK。是啊。就是这上面的一条。嗯。你是一个那个就是各方面都把自己维持得很好的女生。有吗？哦。所以你对于这种甜点，至于在您的那个个人状态的维持，它会是一种就是破坏吗？不会啊，其实一种。我是最近瘦了很多、哦、但瘦了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戒掉减肥啊，对，真的、哦、因为你其实不想，你反而就会很直觉身体在告诉你什么，然后你就会知道哎，我想吃这个，然后你就吃得很开心，但你也不会觉得哦，不能吃了不能吃，到最后就怎么讲反弹效果，然后就狂吃全部东西，就不用刻意，不要去刻意的去做限制、就是、或是要求自己绝对怎么样怎么样，对，因为我以前都是这样子，然后就反弹、啊、然后就吃爆多超多，就比方说这十个甜圈你就全部把它刻掉，我是两桶的 Hugging 的，就哇塞、两桶立刻就不见了，所以算是一个戒掉一种错误的那个对食物的那种态度，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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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结果现在反而让你就更能够去维持好自己的那个状态。对，然后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真的想吃蛋糕就吃蛋糕。那黄腾浩，你会那个戒一些什么甜点吗？你一直身材都维持得很好。其实我甜食吃的比较少。哦，真的。对，那可能吃的话，我就不会吃太多，我吃不了太多。但是有吃什么会帮助毛发的生长吗？比方说胡子可以长成这个样子。熬夜吧。哦，熬夜挺容易的，挺容易。我从认识睡不够的第一天，我就心里想说，哇，你胡子应该永远都刮不干净。没有，这是我早上才刮的，然后一直到现在。对，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永远要送给黄涛最棒的礼物应该是刮胡刀，但是刮完就是要找一只，就是刮完之后会抑制它，就迅速又长出来那种。那可能用拔的会比较快。有一次就是跟他不知道做什么活动，然后说：“哎，怎么那种有一种十分钟前跟十分钟后的很好，那个脸怎么会差这么多？那个胡渣都跑出来了。”有有有，所以你有甜点会帮助胡子的生长。应该像 Egg 说，可能睡、熬夜，或者是你可能太累，都会比较蛮容易的。是熬夜跟累，主要是荷尔蒙啦，我觉得。哦、对对 对, 对，那熬夜跟累也是这次在1006的客房里面。睡眠的一种状态吗？不会，其实不会。所以你们在里面就没有这些那种熬夜的戏啊？很少，因为我们都 on schedule 拍完。哦、真的真的，哎，我看一些预告，你有一些什么看起来很激动的样子，好可怕、哦你是演。都是在激动。他没有平静过啊。真的，你是从头到尾都是也没有平静的状态。没有啦，还是会看到平静了，但就是起起伏伏。嗯，对啊。然后他就是演一个，就是也不知道有没有认真上班。对，我看不出。你才没有考上律师，就永远当。律师那是跟啥？是跟那个李国义玩疯了，就在里面也直接就这样来。对，因为我们算是、小时候也是认识一起长大的朋友了、就是好朋友。说戏里面的那个状态，只是他考上，然后我没考上，就跟他一起然后就当他的助理。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他对那老板好像也没有很尊敬，就看一些片段啦。因为其实算是平辈，就说话的时候就是都带了一点点那种平辈之间的那种，对对对对，平辈之间的用语。哎，你只是运气好那种概念。对对对，你在当律师，我的。所以戏里面他是一个难缠的老板嘛。
戏里面他其实不算难缠的，应该是桀骜不驯嘛，有一点点。你需要用这么高深的成语来形容他的状态吗？没有啊，就是我觉得很得体啊，很得体啊。我觉得好像很好，什么意思？我完全已经没有，不是，光汉就讲话就是其实常常会带给大家惊喜。没有，讲的也很好，其实比较自大，稍微自大一点。你说在比较自我一点，一开戏里面的那个李国，对，因为他是一个他是一个万年不败的律师嘛，就是他都打一些很厉害的官司，然后心态上面难免都会有一些，所以你自负的感觉。对对对，那你们的台词应该都没有他多啊？对。都还好，他很辛苦，对他真的很辛苦。他跟昆达两个太辛苦、哦，就是一直在那边被法条啊，然后背书对骂的概念。因为我们这个戏又、又有推理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时空融合的部分，就是你要理的那些逻辑，你要理的很清楚、嗯。然后还有一些专有名词，他必须得要去诉讼上面的一些专有名词。好酷哦！然后就是说拍戏，就对艺人来说，有时候也是增长很多那种自己可能未必会去碰触到的事情。嗯、对啊，然后。那你在戏里一直在算钱吗？你是有钱人？我在戏里面都在问他一些莫名其妙问题，他应该会生气吧？我会很爱生气吗？我不会爱生气啊、哦，我非常的，我在戏里面非常的萌哦，没有开玩笑、啊，真的哦，你是怎么？我在戏里面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我是围绕着一个案件、嗯，然后为了就是保护妹妹，然后去帮妹妹处理很多事情，嗯、对。所以在你们之间看到的就是一些属于亲情的戏，会让人家有一些很感动的地方，对。对那你觉得现实生活中，哎，不要光你要说什么？你说。那边我的意思说，就是其实大家的角色都会串在一起，对 对, 對、哦。然后后面都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交代，对。因为前面就是你看起来好像真的没什么，就是好像大家就不是有没有什么太多交代，环环相扣。到后面環環其实我们的戏、啊，你现在看不代表，应该说你可能现在看你的想象。你会猜不到下一步是什么、哦、你可能猜的但是下一步完完全是出你的意料真的很会帮自己推荐呢然后讲了一副就叫大家一起看的意思真的有点真的一定得看的那种太厉害的片好、啊、那这件事我们就讲到这里就好了可能什么都不能讲就讲说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哎、欸，今天是那个白色情人节、嗯、您个人有在过情人节的吗从小到大啦不要讲今年啦从小到大对啊白色情人节啊哦、我读国中的时候、嗯、然后就是白色情人节好像女生都会什么家政课他们都会做什么饼干啊或蛋糕或巧克力、嗯、然后你就收到一些礼物这样哦所以对对哎白色情人节到底哎女生会很比较知道这件事的定义我其实是因为你告诉我今天是在我真的吗白色情人节是男生过还是女生过白色情人节是男生过还是女生过呢男生过女生过也没有这种事情是不是让我们被人家告白的人今天要还其实有点要回礼的意思吗2月14是这样的意思吗2月14是女生2月14的那个情人节的时候如果有人跟你告白、嗯、然后好像在3月14的这一天要做一个回复嘛、哦、是不是、哦、这样你有了解吗要理解理解我们为了让观众也能够了解不然我们来做一个情境剧的概念好我等一下帮你找一个假装就是2月14有跟你告白的人好然后今天你就是回应一下这件事情好这样子许光汉你觉得我这个安排还得体我觉得还不错那不然那我们三个都会来一下吗还是只有没有只有你而已、哦、对对对但不然先让你跟许光汉先示范好了我们太熟了所以我们想看一个熟版的跟一个不熟版的啊就是要怎么样假装你2月14有跟他告白然后他今天要还你然后你当没有我就来看戏啊、那个、没有你就看你有没有要转身啊那个告白有没有成功那种概念没有就是你突然过来跟他告白在这一天突然回复他、哎、不是他就只要那个这会很无聊吗我吗我的你说我会很无聊吗、嗯、对啊我肯定是会把你的场子搞很冷很冷很冷我跟你说黄腾浩是个冷面小将、yeah. 对对不对他都说他很冷然后其他都是暗藏玄机、嗯、好那许光就麻烦你哦就是今天就没有你就是2月14有跟他告白他今天要还你就是你演一下那个哎、欸、我2月14有跟你告白、欸、有吗这么凶有吗对啊没有吗我有说、啊、你要帮他你要帮他你看我有送你要帮许光看 我有送甜点给你啊对对对因为太多人了不好意思哦太多人了、啊、没关系所以我只是其中一个是吗不过我比较中意的就是你真的吗你好像对上次那个人也是但是你 OK 这样好了那你希望我怎么样你会开心我希望你亲 Aggie 一下这样不行这样被他赚到对好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可以到这里就好，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把肠子搞冷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跟你道歉，没有，不用道歉啦，不用道歉，因为我知道说那种感受上来说，就是你可能需要一些就比较有 feel 的对手。嗯，我很有感觉啊，对光汉，我非常有感觉。但我们看得很没有感觉。啊、对不起，我们要铺陈久一点。哎，那边有个戴眼镜的女生，穿那个牛仔衣的，来接我们当一日女朋友一下，快点。哎，哎，请多指教。帮我们演一下啦，对啊，他24有跟你告白，然后你今天可以回敬他一下那个。哎、欸，不用来这里啊，当然是来台前啊。如果那个黄腾浩来这里啦。啊，觉得有一种可以看。对对对，啊你们两个看电影看电影，然后帮我们演一下，然后你们要许光汉你要给他台词，啊，对，你们就看，哎 ，Aggie 就在看戏，光汉你给他一个台词，就是没事啊，那 Aggie 也帮他想一下，就是他今天要来问一个答案出来那种概念，可以吗？你 OK 吗 ？OK OK， 哎，你很会耶，听说你很会撩，撩，哦，我懂你意思，我懂，你先给他一个台词，让他来，太难吗？你不用这样秘密，你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哦、你真的不用这么，哦、都不用这么麻烦。你可以说，你可以大声说，对对对。Aggie， 你也可以。你还记得我2月14有写给你签字的情书吗？我是直接开始吗？不是你原梦是吗？觉得许光汉很会。嗯，我觉得他经验怎么样？不少。怎么样？我觉得他都我经验没有不少，可是他 OK OK OK， 我本来以为我本来以为只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那个，他说你还记得2月14号我有写给你一封签字的情书，对我都不会想到后面那几个字。哎、欸，我们先评价完你的台词，所以你要好好说，好不好？然后你可以叫他，哎、欸，你英文名字是Wendy， 好，我们先希望你可以给 Wendy 一个交代，大概是那个概念。哎、欸，来，给我一个交代。透明的吗？你要透明的吗？哎、欸，你真的很有搭上我画的概念呢，黄腾浩，不愧我们是好朋友啊。好，那就交给你这一今天的那个主秀，就麻烦你了。好，怎么了？找我来什么事？哎、欸，快点，那个光汉要给他一个那个对啊 sign。你还记得吗？啊，要从头吗？所以我们要跳一下，一二三。好，那我就帮他搭话就好了。我帮他搭话就好了嘛，对 对。你还记得？你还记得？你还记得？对，2月14号，我们不用配音啊，自己说好了。等等，好，请问你说什么？你们在干嘛啦？啊，快起来！肠子冷掉了啦！怎么了？嗯，你还记得我2月14有写给你签字的情书吗？嗯，我记得啊。我知道你。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了很久了，那我想这份合约，我想日期我帮你备注了，一直到我们老去。哇！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给我深情的一吻。我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熊抱。哎、欸，为什么害怕？他不是很愿意耶。不要，没有，那你就尽可能让他愿意啊。一个大大的拥抱，可以大大的。我希望得到一个大大的拥抱。好认真的。我也觉得。他很紧张，哎、欸，许光汉，你帮我访问一下那位那个被我们叫上来的那个。所以现在是卡了吗？还没啊，没有，还没。他最后一个深情的拥抱，我希望得到一个很大的拥抱。好，我讲吗？我啦，我带他讲。哦，那你要演是不是？不是啊，不是啊，我把他的心声讲出来。哦，对，好。那什么叫好啦？我要接续这个，他要做他了。那我帮你拿。那我可以抱你吗？可以。谢谢你，哇！哎呦，好开心哦 ！Happy birthday！ 哦，拜，该下班了，祝大家白色情人节快乐 ！Yeah！ 哎，如果这样会很快乐吗？如果告白的结果是这样的，他已经来啊，不好意思，那你去旁边那个治疗一下，好好好。哦！这个
网络上好像有，对不对？哎，我觉得，哎，你多教我们几招好了，反正有现成的。对对，我们就是。我刚刚网络上好像都有那个在教学的这个吧，所以刚。所以你不会觉得很新鲜很惊讶？那我在想，在没有他应该觉得很紧张了，所以他就是用双手好的啦，无法言喻，双手 give me five 的那种。Give me five， 谢谢你来我们节目玩，谢谢。Oh my god！ 很棒很棒，谢谢谢谢。这样可以吗？哎这哎嗯哎慢走。太开心了太开心了。会尴尬吗？不会啊，但是他好害羞。对啊，那其实我现在也都流汗，因为我也很害羞。你有感受到他的？我刚刚超紧张的。哎，快看 ，Aggie， 你如果遇到一个这样的男生，然后流汗了，你看，哎，快点来人家送他卫生纸。你知道人家在是算把吗？把我，这算撩而已。OK， 这应该就是一个开始。我们都说 pick up line 啊，我都会回答得很认真，到他不知道要不要说后面的那一个。像比如说曾经、啊、我大概六年级的时候有人 MSN 我嘛，那时候 MSN 还蛮流行、啊啊啊、那是什么东西啊 MSN？ Are you serious？ 我也不知道MSN Messenger？ 喂你们哦，我们都不同阶级，那他故意的，你都用，都是用那个 Facebook， 马上打沙发，好难相处。对啊对啊，你们就是走难相处路线。对对对，然后 他就是那时候就说你的腿会不会酸啊？因为那时候他寄给我的是大概晚上十点吧。是。然后就想说现在没有，但我在想，通常会，因为我记得爸妈说在长大的时候腿就会很酸，然后他就说 ，Cause you've been running all over my mind。嗯，对，嗯，很尴尬。鼓掌。很冷，对不对？不会啦，就是要分享一下的。我们故意的，就一直在我脑海里跑，就跑。我真的觉得你真的也是。那你后来呢？你有在回他什么 ？No， 我就你就跟他离线。我就哦，点点点吧。啊，所以那个人现在还跟你那个？不要追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小哎、欸，所以那个六年级的时候就得到这么伟大的那个冷笑话。嗯。不会啦、Sorry ，所以你看，哎，这件事告诉我们说，有一些那个撩妹的经典语录啊，就是也已经到了那个永垂不朽的状态了。你刚刚那个有改编过哎、欸？有改编吗？你刚刚那什么合约那个啊，还有什么的？因为我顺着那个台词讲，就是那个什么，我给你签字的什么。一张纸，台词出的不好。不会，好了，我们不能让这件事情就是到这里结束。我太冷了，是不是？啊，对不起大家。不会啦，不会啦，你的冷就是大家会喜欢的东西，对对对。很会聊天，开玩笑，对啊，不然我要怎么说？我要说，对，好冷哦，你现在立刻走人。对啊，因为我觉得没有啦，就今天在用这样的方式跟你们三位见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很特别的那种心情。对、啊，其实就是。在这个行业都大家都认识啊，然后跑来跑去的，然后因为其他的作品，然后可能就有这个机会我们就见到了，然后其实每个人都跟以前就是有留下那个曾经记住的很好的那种感觉，当然大家也都有很多的那种跟以前的成长吧或什么。我像我今天对 Aggie 的那个，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真的不讲话的哎、欸。哦、那是很久以前，很久以前，对对对。然后后来他今天整个超，他是反应比较慢，到现在才反应过来。没有，他反应超快，但是他就是很害羞。现在才开窍，其实。哦，对、啊，那时候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那时候我不会讲中文。哦，原来是。那时候就也没话说。但是他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遇到 Aggie 的时候，他就是唱歌，然后就记得他唱歌很好听，然后在校园里面啊，然后做一些表演这样子，对。遇到他也是遇到你太多次了啦，已经遇到我都不知道第一次长怎样了。第一次就很美好啊，不觉得吗？我记得啊，嗯，对，你记得吗？你说，那你说。第一次我觉得永远都是非常，因为我觉得我每次见面跟你见面，我都觉得很快乐、很美好，这个日子、这个人生非常的美好，非常美妙，然后正面的能量特多。嗯、有啦，就是只要有时候被这种人就是突然讲这种话的时候啊，就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是不是又把场子搞了？没有没有没有，是我自己不好，是我没有接上话。你看他现在都已经准备要切蛋糕了。你不要这样，我帮你切了。对啊对啊。我想说都买了不吃有点浪费、啊。哎、欸，拜托，那真的很好吃，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请他留下来的、欸是是是是是。那个在真的吗？这个真的、啊，你真的很有眼光哎、欸。我想说来
刺激看看。哇，许光汉对甜点有特别有一些，可能左撇子哦。没有，因为我要拿麦克风。我帮你。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其实我不吃了，对不起。喂，今天大家是怎么了？就是大家突然之间有点那个，我看一下啊，就是为了今天白色情人节啊，我们这边有去、那个。哎，我是不是还没有祝大家白色情人节？也可以啊，现在也可以祝。祝大家。这怎么了？他旁边明明在就是。祝大家白色情人节快乐。对。越来越冷了。OK 。哎、欸，我们再看今天怎么把场子搞到最冷。但是我就这个，我就算是我的强项了。没有，哎、欸，其实我们都在讲说，就遇到这种状态啊，我们就是有些话就也不能尽兴的说的时候，然后又有些话就现在不能说。那种状态下的聊天，真的有，真的有一点点就是非常的考验大家互相之间到底要丢给对方下一个什么样的球这样子。对，我今天一直想，哦，到底要说到什么？然后你们就到底能说到哪里？然后我到底又能怎么样到什么地方说什么？很难。我天哪，你好棒哦！你给我们一个解围的内容，哎，可以用麦克风讲到那句话吗？我说这个真的很好吃。在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许光汉帮我们说这个真的很好吃，它完全符合现在就是新生代偶像。就大家喜欢的那某种状态。哦，那我也要来一下。你不要这样，你没办法，你赶不及了。他已经做完了，他就是永远会在那种奇怪的 moment 丢一个让大家突然间好像被撩到的那种。真的、啊？对。我没有这个意思。你没有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就因为你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人家才有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喝，这、欸、你这杯水。不好意思，你有点远，就是、okay. 你突然间、就是、有点油掉。对。对。哎、欸，都是说真的啦，就是。我们就是开始做一些宣传的时候，就难免就会去上一些这种像那种直播的节目啊，或干嘛，会真的很忧心，就是有自己的地雷吗？特别不人家不，人家问什么问题是特别你不喜欢的？我没有，我是立刻回，就是无论是什么，但心里总会有一些什么。词库吧，哦，不要再问我这句话了。比方说，你们那个朋友就会说，不要再问我拍戏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对，类似这样子。我有一个朋友自己还在那个就是发表一些想法，不要再跟我玩默契大考验之类的，就是伟人会有这种想法。你会有特别不想玩的或是不想说的内容吗？黄腾浩你有吗？还好，就是其实看我们做戏的宣传，其实不行啦，你一定要讲一个啦。哦，有，我想到了什么。那甜点很好吃哎。干嘛我把场子搞冷。没事，所以你不喜欢人家买东西来就是当做那个填充时间的那个道具，因为我们就是担心说冷掉，所以就有你看就会有人补充一些就是饮食，就是吃的画面。哦，对。我跟你讲，下次不要排太熟的人来聊天，就是完全就是也不能骂他，然后也不能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然后就是有点小小的为难，但是有些时候就是一些乐趣所在的地方。对，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效果。有啦，够冷嘛？对你们来说，就是今天一定要撑到晚上你们那个开播的时间嘛，在这段时间之前，都希望无限制的告诉人家说，今天就是一个作品要跟大家见面。对，但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又什么都不能说。就不能说那里面在演什么，不能说那里面在演。今天晚上10点，好，你先讲一下时间，所以就会一直重复这句台词。3月14号起，每周三四在台视晚上10点。对。然后东森综合台是3月17号起，每周六晚间8点。然后呢？你还要讲这样其他的品牌？对，没事，就也还好。对，啊，你有什么特别不能问的问题吗？没有哎，就是问这句吧。哦，就这句哦，这句不能。那你有什么特别不能问的问题吗？我就知道。真好嘞。那光汉比较晚接触这些那个，就是哥哥姐姐那个问问题的那个事啊。你到现在为止有什么特别让你觉得尴尬的东西，很难就咽下去的，或是很难讲出答案的？还有特别讨厌回答什么问题？还好哎，真的。比方说情人节，人家就问说：“哎，那你初恋几岁啊？”几岁？那你初恋几岁啊？我很会耶，大概16岁吧。啊、他讲你完蛋了，你要回答。16岁，我也是16岁，这么刚好。哦，真的我也是哎，你真的很爱凑热闹，所以就在这边看就好了啦。我要趁就问他说，那你今年几岁？你去年才初恋，今年17吗？没有，我前年，我今年18。今年18。OK。王太浩，你休息一下，你休息一下。OK。啊，许光汉，16岁，你也16岁。
那你觉得十六岁是适合初恋的年纪吗？我觉得非常好。怎么说？因为那个时期的，因为初恋本身就非常的美好，其实，因为人就只有一次，第一次，然后那段那个过程，那个感觉会到一直到老你都会记得。然后你初恋又是非常青涩的那种状态，对爱是非常的憧憬，然后你又很陌生，又害怕，又很期待，很多种复杂的情绪，我觉得。他打得很认真哎。所以啊，要开玩笑吗？没有没有，我是说初恋其实啊，就是。没有，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啊，我认真的，就是你的诠释就是让大家很对初恋充满了很多特别的想象跟。初恋真的很重要，因为真的就只有一次。那戏里面的你那个角色几岁初恋？16岁。是真的有这样设定，还是你瞎乱打的？因为我也16岁啊，所以我就设16岁。哎，这边那个，你刚刚说什么？你刚是说18了？哦，18。18。七八了，真的很 Q 我啊，太忙了。那我就是我每次遇到你啊，我就是我人生当中遇到你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常常在一个很好的问题当中，就是他会就前面先让大家就是哇撩的，大家觉得天哪，滕浩真讲的真的是头头是道，太棒了。然后结语就会给你一句，就是不知道让对方怎么再继续下去的。你人生为什么要一直做这种让大家为难的事情？因为 Egg 教的啊，因为他要跟我讲说，哎、欸，那个你不能。好了，对不起啊，我把场子搞冷。没事没事没事，就是也还好啦，对啊。那如果她真的是你妹妹的话，你会帮她找怎样的男朋友？其实如果她是我妹妹的话，我会帮她鉴定。我觉得我必须得信任那个男生，我喜欢那个男生。信任哦。对，应该说，我觉得可以把妹妹交给他。那一个可以给哥哥信任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我觉得，负责有担当，然后对他好，我觉得。黄腾浩对那个黄腾浩对人互动之间的那种就是要求都很具体哎。因为我之前有在想象，我小时候如果有妹妹的话，我会如果有别的坏男生来靠近她，我会驱赶这样子。对，但是还是就会比较。就好像对待女人那种感觉吧，我想、哦、是这个概念。我想象了，我想象，对对啊，那就会很保护。我们的记者是有说，有人很想知道 Aggie 的理想型。我也不知道，真的、哦，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你对感情这种状态，或者是理想型就是探索，我就是在探索。哎，有那种学习有那种模样吗？或者有没有、欸？就是就还好。之前。可能交往的其实都不一样、哦、理想型这件事情在你的心里就只是三个字而已，没有特定有一个样式，对对对，标准就是还没出来的，随时都在变，那鼻子眼睛的大小，就是活在当下，然后可以跟对方真的就是很自然、哦、过一个很自然的生活。不好意思，记者，我今天遇到对手都问不到你要的答案。哎，许光汉先生，那您的理想型是？他今天出一个，他今天想要写一个稿子叫你们的理想型。我们的理想型，对对对，我理想型其实很简单耶。他要回答了，怎么了吗？没有没有，我就是他终于找到可以写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就聊得来就好了，真的聊得来，气质好就好了。跟他聊一下，我们聊很久了。啊，你们有聊得来吗？有，聊得来，来得来。OK 的。你那么快就你就想放手啊？不许。好，我把场子搞冷，对不起。下一题是什么？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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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下一题是什么这种状态？哎、欸，我位置有要？不用不用，我要问一个那个、哦。你的位置哦，你的位置在那个地方。哎、欸，所以那个当时在那个做这部戏的拍摄的时候，你们拿到剧本有意识到说是什么？因为大家曾经都一直在猜说这是个鬼片啊，或者什么？你们会想要拍鬼片这种 ？Oh my gosh！ 等一下，要跟你说什么？我说 Oh my gosh！ 哦，真的吗？哦、没有，就是没有 Oh my gosh！ What do you say？ 重复一下而已、啊。哦哦哦哦哦！还好我坐右手边。对啊，因为右手拿麦。曾经那种预告里面有出现类似的情节，让大家一直在猜测啦。虽然已经自己破题了，可是他也没有真的破哎、欸，就是也还好、嗯。对啊，你会敢拍这种？我敢啊，我敢啊！这种类型片你要演什么抓？那个其实看是什么角色，其实剧本好，我觉得你就让演鬼演怪物我也很 OK。
然后要是或者说被杀或杀人犯，我觉得也非常 OK 啊。你们这里面也有这种，然后他不要，你妹说不要。我可以演怪兽或是阿飘啊，但我觉得如果是被杀，我真的会吓死，因为我是那种看到任何电影或是卡通片，我都是很容易被吓到。每次去电影院，大家不会觉得这部戏很可怕，但都会被我吓到。就是我尖叫，我就会在戏院里面会就是尽情的尖叫的那种人。对，我曾经也只是看那个微秀的什么那个动，就是他们前面都会放那个 cartoon，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很大的怪兽出来，就呼，然后我就会那个吓。所以人家还在那边预告那个，请你不要，就手机把它关静音的。真的假的？啊，所以那时候戏院很多人吗？天哪！我发现这个大明星在那边尖叫也真的是蛮好笑的哎。还好就是都黑黑的，所以大家不知道是谁。就是一个卡通出来，你也这么惊吓？因为其实他平常私底下就会发出一些怪声的、啊，真的，很常发出一些怪声。是，可是我看预告片里面，你好像跟那种很惊吓的画面很有连结啊。呀，就是如果是我演怪兽那些都 OK，还可以，但如果是被杀的话，我应该真的就了功了。咚咚咚咚咚，就吓死了。因为他应该会 feedback 就还手，对对对，会动手。对，真的。啊，你有接触过这种剧情吗？这种剧情吗？惊悚悬疑有了，但是鬼片好像还没有过。是，所以你比较喜欢当助理，就简单一点生活。OK 啦，其实我也不会特别 care。什么角色只要剧本好的，那你觉得怎样叫一个好的助理啊？回到现实的那个状态当中，好的助理吗？我觉得好的助理就是会帮他整理好文件，然后因为我在戏里面其实还是会，比方说他在上台跟法官报告的时候，还是会马上切换到他要的东西，就是要快速，然后另外还会帮他处理一些，比方说生活上的一些小事啊，他可能遇到感情的问题，然后也会来找我分享，然后我就会给他一些意见啊。给他一些意见，所以这个工作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算是愉快的那个。对啊，很愉快，很愉快，愉快，愉快，愉快。就是演戏这件事有让你得到生活当中很多的那种很多能量。演这部戏呢？这部戏也有啊。他这个角色是你以前没有尝试过的那。对，而且他这个角色很好，就是他有一部分的景是在网咖，所以你很嗨，就是可以去打打电动。所以拍戏的时候可以打电动，那个感觉真的很好。对啊，对，好。我们今天其实，在我们那个节目当中有固定的那个一些小单元。对对对，我们有一个那个，手机嘞，是有一个手机要给他自拍的概念吗？你们在戏里面会玩自拍吗？戏里面当然不会，戏外面也会有一些。你会自拍吗？我会学习。那三个谁最会啊？我在拍照，才怪！哦天哪，我们这个单元让人家好尴尬、哦。才怪，你才去拍吧你。那你帮我们拍，我们一起。你们现在拍那个自拍照。刚我们一起拍，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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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那个角度拍过来好像比较好一点。我帮你们拍，好，我帮你们拍。你看他有经验，他希望他的脸最小。你的位置在那边。没事，然后你们注意来了，我拍第一张，这是从那个黄腾浩的角度来拍的照片。那我手要这样。你不在里面呢、欸？哦。这样跟阿包一起来，这样跟一起来。我们还有那个很多张可以拍啊！你们三个都不用换表情的、哦。这是今天那个粉丝最爱看的照片哎。这样好像哦，这样好像、哦。好，还是换从许光汉那边来啊。你要那个，我这样是在帮黄腾浩，就是毕竟我们就是比较老朋友，他手残没有办法拍照的时候。谢谢。啊，真的、哦？啊，走了吗？走了，已经离开了。哦，刚刚李国毅有在线上了。哦，真的吗？对啊，但他已经走了。来，一二。有我哎，怎么好意思？菊花，你都没有通知我们一下。好，可以吧？可以吧？应该可以吧？没有没有不可以啊，你们拍的都可以，你们是大明星哎。对。从这边。这样才特别啊！你在中间啊，看他们两个怎么跟你配合。那我就这样就好了。耶、真的哎，
没事，你就拍两三张，让我们知道，就网络上看新闻的朋友就会知道说他们有多么的欺负你。在自拍的时候，他们完全都不想要跟你搭理那种感觉。没有，知道他们的脸，他的光芒太耀眼，就没有就知道说那说什么妹控都是假的。没有，你要做挺，这样比较好看，这样看比较好看。没有，他希望他脸小啊。没有，你哥一定不知道做什么奇怪的事情。你又来了，好，不要闹他。耶、yeah ！许光汉，我刷你了。哦，你手很抖。刚喝了一杯咖啡。没关系，好。哎、欸，所以是直接、啊？没有，我只是一直在想说，遇到好朋友，然后就是气氛会变得很干，到底是为什么？是我的错了，其实不是你的问题，不是很问题，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今天是一个大家就是期待来的那个状态当中、嗯，我知道，因为我们在处于一个什么都不好说的状态里面。没错，就是这样。我们应该有很多秘密哦。对，那我们从你这边开始好。不用啊，你最不喜欢人家问你什么问题？我最不喜欢人家问我什么，因为我通常都在问别人问题耶，所以其实我也很少会被问问题。那你最不喜欢问别人什么问题？我不喜欢问秘密。但是那是又是有些时候又是我们经常好像被人家最期待要问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对，就秘密就是秘密嘛、嗯，然后就是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就是好像特别去给别人一个怎样的答案，嗯、因为他之所以会成为秘密，一定有他的原因、嗯，但这个原因我们一定会知道，因为我们在这里工作，然后，所以我通常就是，真的，对不起，没事啊，没事啊，天哪，我们竟然有大明星在这里打喷嚏耶，真的觉得好荣幸哦，而且是你耶 ，Cheers， 有需要为这样干杯吗？化解尴尬來，不会啦，没有尴尬，我们之间没有尴尬这件事情啊，对啊，我是那种 OK， 好，是我的秘密跟大家分享。你有讲什么秘密？我最爱的就是尴尬的场合。真的、哦？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在默默在观察大家要怎么救彼此，或是自己要怎么救、那你觉得我们今天对对方的拯救有？没有，我觉得今天没有很冷，还好而已、哦，没有冷到我心里面是天气。可是为什么我都没有感受到你会有想救我的冲动呢？我没有啊，因为我是要看你自己怎么。可是有时候我是哥哥，有时候你必须得要救我啊，有没有？哎、欸，你们出来就是做一些所谓我们大家就讲说，我们出来的时候总是有一些赋予的任务要执行。那你们觉得你们今天有执行到你们出来的任务吗？自己的任务啊？对啊，你要我今天就是来观察尴尬的场合、啊、没有啦，我认真说的。今天你还可以吗？今天我觉得必须得要，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嘛，嗯，那也就是传说中的3月14号嘛，对不对？那1006的房客呢、嗯、将在今天晚上10点在有台会播出，这就是你今天来的任务。对、嗯、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准时的收看。那我要问你咯，如果今天人家叫你回去跟人家线上一直聊天，你要跟他聊什么？就是跟看不到的人，网络上的朋友。我们有重播吧，对不对？你说你们有重播？有吧，有吧。有会啊会，你们当然每个地方，我们安大明星这一集也会有那个，然后爱奇艺看完之后就会，对，可以开。欢迎你们来我们这里，就是一直播。好，没问题。就来，希望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一直在看安大明星这一集的重播， yeah, 感觉也是很好、嗯，就感觉是一个开心的事情。终于到了要写这个最伟大梦想版的时刻。Thank you。今天能在这个地方得到黄腾豪先生的真机哦、也真的是认识这么久以来的第一次。Aggie， 你可以写英文啊 ？OK。对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难得把那个大明星聚集，所以就是想要请你们就是分享一下那个对于梦想的定义这样子。嗯，您的梦想大概是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哦、你看许光汉要写嘞、欸，啊，直接写啊！他真的是新生代很有内涵的一个人。你帮那个时候你要帮哥写一下。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要自己写。你看 Aggie 都已经在写了。你要一边跟我聊啦，反正你那么冷。好，那你们就好好写、欸。我跟你几岁开始那个立下志向做一件事情？其实我从小你要一边写啦，我没有办法一心二用啊。你可以，你是黄腾浩，你可以。其实啊，我从小你一边看这里写一边讲就好了。其实啊，我从小其实决定好要做什么事情，我就会很
死脑筋的去往那个方向冲，那比较不会拐弯抹角，就比较会用比较笨的方法去去做。那梦想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是因为如果你当一个人没有梦想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活，当做人的生活。那其实梦想很重要，那其实但是逐梦，我觉得一定得踏实，对。那所以我这个要怎么写？你不知道你要怎么？哎，你可以开始写，因为他写好，他可以来电。那换你可以换你说了吗？换可以换他说话。哎，你写完了哎。没有，是。哦，只是一个想法，大概的意思而已。我刚刚怎么讲的？哎，今天3月14号，对对对。差一点写2月14。没有啦，3月14。今天因为那个黄汤汤来到这个现场，格外的冰冷。但是我们也很，我想这应该是这部戏某一种氛围，所以你们把那个氛围在这里就是经营的非常的成功，品质很美哎，哇塞，你有认真学写字哎，开始讲的时候他就不会写，哎 ，Aggy 你可以先打 Nike 吗？哎 ，Aggy 可以先那个给我们看写了什么 ，Aggy 要接棒啊 ，A great dreaming begins with a dreamer。那你要用你的那个想法帮我们翻译一下。没有，就是每个好主意都是从一个很会做梦的人啊，所以就是叫鼓励大家做一个那个勇敢做梦的人，然后就会得到一个对梦想最大的那种。因为我双鱼座 A B 型，天天都在做梦，白日梦、睡觉都在做梦。是，那你到现在做过的梦有实现的是什么？实现啊？对啊。可能很多吧，都忘了，都忘了哦。这样很棒哎，你是一个做了梦都会实现的人。好，哦，你好冷哦。我重写，对不起。不用重写，就这样子，太棒。小米，他写，他好像要选举哦。我比较老灵魂吗？没有，你刚刚讲话的时候都不会，然后你写完这个字是真的漂亮。对，但他写字真的，他的字是真的漂亮。他不愧是一个就是从事过美的工作的人，然后难怪可以把字也写得很好看。哎，你签名好好看哦。你很会聊天耶。真的啊，拜托，我跟你这么熟了，我就是跟你讲实话，这里面三个就是最熟的就是你本人了。那个是最新的朋友，这是最久认识，他每个都有自己的定义。哎，你的那个？我的就是。哦，好啦，对，希望你可以得到代言的机会。好烂哦！我就是这个目的，没有，开玩笑的啦。因为我觉得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嗯，因为你不做就没有。嗯，对啊，你做了才会有。好啦，也真的，也许我们今天在访谈过程当中大家觉得冷，但我觉得你们都是非常会演戏的人，所以更多的能量就是放在你们的作品当中去让大家感受。那其实平常在这种我这样做宣传的过程里面，就难免就是还是会，我们还是有一些事情要共同去把它那个建构起来。然后今天就是我们完成了这一段那个很冷的访问的时候，就是也达到了一个为这个戏剧做某种宣传的那个概念。跟其实与其说来帮这个戏做宣传，还不是说哎，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多一点互动。然后谢谢你们喜欢这个平台，把这个作品带来这边做介绍，谢谢。对，然后也表示你们对我们这边的就是大家肯定。那希望就是接下来就是更多的机会，我们用其他的身份也可以再来认真的好好的玩一下那个安安大明星。我会加油，不要把场子搞冷。你不用了，你不要再许这种愿望了，我不会相信你的。没有，我会真的，我会去然后我也不是第一次跟你做直播，我也不是第一次知道会今天是这个状态，而且你今天来，我就知道你又坐在我这么近的地方，我就知道温度就是不会是正常的。嗯，今天如果坐在这里是许光汉，可能就今天整个现场可能又可能不，但是没关系，对对对。下次知道该怎么做了吗？要靠近一点。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 okay, okay, okay. 没有那个氛围已定了，就当你今天坐下来，这个温度就已经确定了。温度就不高哦，你要靠近温度才会比较暖和。他自己还在被自己冷场，有会有春天的感觉。我觉得黄腾浩真的很欠揍。没有啦，但我觉得你们都是演戏是人家喜欢看的，这才是重点。那今天你们来这个地方，哎，不知道啊，也许在过了不久之后，人家在搜寻1006的房客最爱的是。就是黄腾浩 Aggy 跟许光汉来上了安安大明星，他说哦，这就是我们要的氛围，我们喜欢冷，我们喜欢冷到一个最高的境界。
但是也要有春天的冷嘛，对不对？春天，春天的。啊，你坚持一定要、哦、是夏天吗？不是夏天，还是我是冬天？春天啦，春天。他真的是一个很配合的人、欸。对啊，就是對對對，所以我们感情蛮好的。我懂，我懂。然后 Aggie 今天真辛苦你了，我已经翻了好几个白眼。我懂，我懂，没有，就最近没有啦，最近翻白眼蛮流行的，而且翻白眼他是一个就是很有，请问你翻白眼怎么没有？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生，然后至少他今天来这里是愉快的，因为他在型男大主厨赢到一个锅子。对呀、啊，对吧？谁没有？就这个话题大家在这种，我就没有，就表示说，其实在你看，因为你们有一个作品，然后大家争相邀请你们到各个地方去露脸，然后但是就是各自得到不一样的那个。嗯、前段节目就录了也很久，所以在这里就是你看甜点喂食，许光汉也是聊把心一直吃了一口而已。你可以再多吃，嗯、真的好吃吧？啊、吃失恋的那种感觉，真的吃掉就吃到饱。能吃到满意，嗯，好啦，那当然是一定要祝福你们的那个作品有得到更多的回响，谢谢你，对不对？像现在环境变了，我们希望共同为这个喜欢表演的人，然后多塑造出很多的可能，然后到处去都让大家知道说有、嗯、有值得可能被大家去了解的事，哎，也请你们有空都多看一下三立的戏这样子，有都看啊，每次要记得再回来演，都演了，啊，对啊，对啊，对啊，最近在就是已读不回的恋人跟姐的时代。还有，哎、欸，现在正在播《金家好媳妇》，有空也可以去看一下。《金家好媳妇》是讲台湾台台语的。哦、可是我闽南语很不，我只是随便讲而已啊，谁会叫你去来演？但回来演当然是要演其他的角色啊。我很容易当真，你讲的话我都很容易當真。你少在那边的啦，你的因为那个撩工已经到这个地方可以结束了，你不用再继续讲。Aggie 都一直在观察，说我们两个的尴尬到底要怎么化解。我说，其实我在考他。你不用考他，他没有办法出。他会不会救我？救啊！他不会，他没有要救。他喜欢坐壁上观，他喜欢看好戏。我说我喜欢看。所以我说你很坏、啊。对啊、嗯，然后光汉有想要救我们，但是他一直我距离太远了，我距离太远。光汉一直不知道他怎么来说出这句话。这不是那个我的救援范围。嗯、你要换位置吗？辛苦大家今天收看我们这个这段直播的人，但我们就是真心的好朋友，在这边就是完成了一个那个开心的互相拜访。嗯，然后。房间很大，然后住在里面的人都来了，这也是我们这里非常感谢你们愿意来那个三立新闻网这边安大明星那个宣传，谢谢好不好？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作品，然后认识更多大明星，然后带着其他的事情也可以来找我们玩哦。OK， 嗯，好，谢谢你们那个祝今天晚上开张大吉，谢谢，谢谢，好不好？然后大家就是喜欢看戏的人，希望永远有好戏可以看，下次见，谢谢，谢谢金安哥，谢谢。你要的全都在这里，安安的明星，你要的不限量。